Hello，Hello，系，赵博士，唔好啊，意思，个时间有啲唔差，佢琴日俾我就27啊，系而嘛，家应该要差唔多掂30先开，系嘛，咁就我哋37一个 break，跟住43元，OK，即系好嘛？两我哋系趴咪都啦。系讲系高系咪血压高啦？继续讲定系有啲新嘢？你讲咗话讲十集啊嘛，咁所以系啊，十集。咪慢慢讲咯，系咪？慢慢好讲啊，啦，系啦。继续继续哇！继我续。今日講下風水喎，但係同嗰啲血壓有關嘅喎，係喂，啊呢个好啊，正啊，呢、這个意思，系啊，係决定我哋试下，又啊，係嘛，係嘛，知好啊嘛，風水喎，好啊，关于系咩颜色啊，定系咩摆位啊，定系啊，咩？唔係就係呢啲咁嘅嘢啦，就係話即係華人咧，不嬲都覺得心理。即係你喺邊度出世，你喺邊一個地方出世。你係生得有錢定話冇錢？有冇金鎖匙含住金鎖匙？都係得70%嘅人生嗰、那個有70%係關於呢樣嘢嘅。但係另外嗰30%咧，雖然你攞100分裏邊咧，攞70分即係生得好，起碼叫做唔使死啊，合格啦。系但係而系，家大多數人都唔使死嘅喎，即係唔會餓哦，死咁啊，啊，唔會咩係咪？普遍嚟係嘅，啦，普遍嚟講唔會嘅喎。不過你有冇含住個奶樽嚟出世咧？定係含住即係啊日日媽媽嗰啲奶咧，就好講媽媽係點啊？咁點解風水裏邊講話教育咧都好重要啊？我講噶就係、是、喂，如果好你啊，能你夠留一係留，啦，留個神秘感俾我，而家大概仲 有你起一碼分有鐘少時少間，味道感覺下講啲乜嘢好好啊，啊？OK，好啊，好好，，OK，下次，下次好，再见，好好啊。啊。佢話有10集嘛，咁所 Medicare 以聯咧，邦保健嘅年咁度啊，申梗請已經係開始進即行，係由呢如果你個仍未加入 BB，慢慢嘅角度，等請大你家透入過一啲主要深嘅入渠去道裏同邊，你關於想要啲更多 data 資 set 訊嗰啲嘅嘢，話，你因亦為可如以果你唔知一因九果咧，八六九嗱因果啲嘢咧，通常如就果唔你已經關入我咗事行嘅。程，但係咧，請你我哋嘅睇任客服人何員提供嘅服藥務。物請問三三三嘅號天號然碼加一用號，品，六號今都晚係有有因長果者嘅喎。三號領紅包，咁而請有入啲到 data 八 set 六我哋八不嬲零講零八開零咧，八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起呢、這個glaucoma 就係呢、這個青光眼啊，咁我哋就撈亂咗白外障啦，因為嗰個就係 cataract 啦。但係眼嘅問題好少好少人會講話係同個肝有關係嘅，但係華人就有啦。華人有講又有肝有關係，咁你一路睇啲 dataset 先會知道，哇，原來真係有關係喎。咁咩關係呢？嗱，農藥殺蟲水啊，呢啲通通咧，特別睇用家。你話而家出咗有問題啦，你點樣可以叫人嚟試呢？明知道有問題，邊個同你試啊？俾錢都唔試啦。農藥會令到肝有問題，脂肪肝啊呢啲，唯有。就去睇嗰啲喺農業界裏邊逼住要用農藥嘅時候，即係唔係講有機嗰啲啊？就算有機，有機咧都係用一啲係會殺生嘅嘢嚟控制個情況。你要揀啲唔係嘅，但係做嗰啲 study 就揾到啦。咁好啦，咁頭先講個風水嗰樣嘢咧，就係講起有冇影響一啲嘢。開始咯，開始咯，嚟咯，嚟咯。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嘅健康密碼。Hello，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1点嘅，啱啱大钟跳咗啦，31分啊！每次咧听啱啱听完大家嗰个广告客户嘅一啲内容咧，好似有啲洗涤心灵嘅感觉啊！究竟洗涤心灵同埋你个健康有啲咩关系，又或者其他嘅元素又会唔会影响咧？我哋叫一叫阿赵博士出嚟先，赵博士你好，何亨，何亨你好啊，你好啊！系，你使唔使滴到心灵啊？啱啱听到。就系咁啱，我都唔知道会落嗰个广告喎，系咪？系啊，所以呢啲我开咗牌先啊嘛。你话今日点啊？系咪继续讲落去啊？我哋继继续讲续，十系啊。集啊嘛，讲呢个血压问题，呢个 hypertension 系咪？咁嗯，但系冇错。咧就想讲一讲，既然有10集咧，就入一入题就是、关于我哋华人咧有8000年历史，讲关于阴阳啊、五行啊。嗰啲咁嘅風水嘢，全部有8000年歷史。咁而其中一個好大樣嘅嘢咧，就係話有70%人生裏邊咧係會點嘅咧？係關於
你喺几点钟出世，喺边度出世，历史即系边个年份出世，家庭背景系点样，仲有个屋企有冇钱？系啦，系啦，有冇锁匙？系啦，有冇锁匙啊嘛？啊，简单讲有冇锁匙？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如果捞落去头上个礼拜讲嗰啲 data set 咧，嗱，上个礼拜要有一个 correction 啊，就系因为我哋讲咗呢个 glaucoma 咧，我哋一路讲紧白外障，佢唔系白外障，佢系青光眼，因为我同广东话咧就有个距离嘅，我 A B C 嚟噶嘛，所以啊靠背咗，背咗熟咗啦，咁啊咁然后就用啦，咁即系差唔多系咁啦。咁所以咪就係講天時地利人和。既然我生得喺美國呢度咧，出得世咧，就已經同廣東話同中文字有個距離啦。不過某啲情形，好似香港電台啊，其他嘢廿幾年前咧，就開始咧滲翻呢啲嘢落我腦裏邊。本來我張白紙嚟嘅啫嘛。咁所以環境係會影響嘅。好啦，你飲唔飲到奶樽定話飲媽媽嗰啲奶咧？係點樣嘅咧？母乳係母乳啦，係點樣嘅咧？唔係就係講你嗰個七成喺邊度出世，但係如果七成裏邊仲要再諗下，你個媽媽有冇做嘢定話唔使做？唔使做咧，會唔會想用母乳定話聽咗啲唔知新聞喺出邊就話唔係咁方便㗎，方便或者唔夠營養㗎，俾啲奶粉。是吧、聽過這些東西的了、所以呢就不是整個。有些東西都遺傳給你的是吧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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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遺傳給你的，因為如果對方不想的，或者老爸我選了第二個的，那你就又不出世咯，就是這些這樣的呢，很多關聯的嘛。Data 呢，你知道現在美國整個經濟都全部看完，現在人又消費又不知道怎樣，其他人不知道怎樣，利息又這麼高。個個都搏曬落 AI， 因為 AI 會同我哋剪草、沖涼、洗衫，同埋令到我哋活得長得嚟咧，仲要係快樂嗰種，係咪 ？AI 又話呢啲嘢，但係 AI 咧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做 AI 咧就唔睇有冇風水呢樣嘢嘅，睇咗風水嗰樣嘢咧又唔睇下科技同風水嗰樣風水嗰樣嘢就係講緊你有冇？包括曬所有 data set 連埋曬，定話你淨係偏一邊去講嗱？華人咧亦都有講好唔好彩嘅，因為你嘅人生裏邊好唔好彩，咁啊咁同身體咧個血壓都係咁嘅，就係你個好彩身邊嗰個就就住你，你唔好彩咧身邊嗰個就話其實咧你都唔得大量嘅，如果你大量、你就由得我同另外嗰個人一齊見面。就冇事噶啦，咁你聽完呢啲，你朋友話係啊 ，EQ 要高噶，咁你就頂住，頂到戴咗頂綠帽都仲頂住，點不知去睇，哇，嗰啲血壓咧唔係好好喎，點跟住啦，跟住情緒影響血壓噶嘛，梗係啦，情緒命生成又影響血壓，係好多嘢影響噶，跟住啦，仲話喎，你個擺位又點影響你個血壓啊？買間屋無端白事，嗰度咧有煞氣好重嘅，就係喺條雙黃色線嗰度，日日啲車喺度經過，廢氣又多喎。點不知你睇下咧，聽呢個節目咧，廢氣會影響個肝，會影響脂肪肝。仲有，我想問你啊，其實你爭少少啫，你知道我同慧兒咧，佢又直情踩埋落去添，就係你爭少少，你把聲幾好聽嘅真係，所以咧就係其實你可以做藝人，你可以做 MC， 你可以如果導演要你食煙咧，你食唔食？係$100,000，$100,000一個月，$200,000一個月，實有個價錢你食嘅。如果你係譬如某個明星嘅，80年代嘅嗰條片要你拍，要抽煙嘅，你抽唔抽？我而家問你何亨，你抽唔抽？我唔抽，你唔抽，哇！咁嗰$200,000个月，我为咗支烟冇咗自己，我他日又会为咗一啲嘢又冇咗自己。首先，我觉得要揸实个拳头，有翻自己先。好似因果喎呢样嘢，有冇咁波动咧？系啦，你唔因为嗰样嘢，你咪结唔到嗰只果咯。你结唔到嗰只，可能系只臭臭果都唔顶。咁嗰个问题咧就系咁啦，就系、以前咧 marketing 又系应该手法 ，marketing 系会令到你话。不是啊，你看看哪個明星吃，看看你的朋友吃，為什麼你不吃啊？那這個70、80年代呢，就看到真的有些關係的。
咁但係，係咪？如果你講翻八十年代咧，佢哋我問翻好多即係一啲朋友啦，演藝界嘅朋友咧，我話點解我見親你嗰個年代拍嗰啲 MV 咧，你係唔係都要點住支煙啊？誒、哎，導演叫啦咁樣，即係因為嗰陣時煙草商係一個幾大嘅贊助嚟噶嘛。係啊，咪就係咯。所以系咪都要食咯？系啊，所以系咪都要食咯？仲要食佢嘅牌子，可能要咁嘅。咁啊，变咗咧，就系有冇影过？有冇影过个肺咧？食烟同埋唔食烟嘅肺，你见过呢啲片未噶？呢啲 X 见过系咪？解药否？嘅烟嘅包装盒啊，香港都推出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啦。嗯，一买包烟就见到嗰啲图噶啦。嗱，呢個犀利啦！呢個叫迪士尼手法，就係咧，你明知道入去裏邊嗰啲嘢假嘅，都照俾錢排隊去買，係咪？仲有等好耐先上嗰啲 ride 度。咁所以煙咧裏邊咧都係諗緊就話，既然開頭就話邊度有啊，又唔見佢食完即刻死，冇人死嘅，咁樣咁就係咁樣拗噶嘛。咁之後嗱，我哋嚟到呢一度先，我哋聽一聽講個後嘅説話，轉個頭翻嚟再繼續。好，繼續分享一下有啲咩關係上面啊，生活上影響佢血壓啦嚇。嗱，你睇下，有多啲時間咧，我就能夠同大家講下啲得意嘅嘢。等我 upgrade 下自己，如果唔係下下咧，即係一入題，好似朋友咁一問親你打親就話，可唔可以幫我？可唔可以幫我？誒，次次就問你幫佢，咁你梗係唔想同人做朋友啦。次次就話，係我冇帶銀包嘅，你俾錢，或者有咩嘢咧就揾你，麻煩就揾你，好嘢就唔揾你。我想喺 data 裏邊咧。有咁啊，入落去我哋生活裏邊，等好味道啲啊！如果唔係咧，就好重啊！次次都係啊，個心臟病啊，關咩事啫？其他係關咩事？好難記嘅。咁我哋就快翻嚟啦。咁啊，呢廣告都幾得意嘅喎嚇。頭先咁啱，咁我就想問何亨佢食唔食？因為以前咧真係唔講呢啲嘢。我個分別咧。就係、是、當我去讀醫嗰時咧，我哋要解剖，仲要解剖成個人添啊！咁一切開咧，我就有得睇有啲人食過煙，啊食咗30年，食咗20年，我亦都見過一啲人咧係住喺 second hand smoke 嘅環境裏邊，即係二手煙啊！哇，佢哋個肺咧都唔係好過，嗱少人講噶。咁然後咧，仲有佢啲脂肪咧。在啲腳啊，喺啲大髀啊，呢啲係已經係 mortify 咗，已經係攞嚟解剖嘅病者嚟嘅，捐咗個身體入去嘅。咁啊睇到有啲就黃色，有啲係深黃色，喺個肝啊、肺啊嗰啲環境全部係曬脂肪，個肺又黑色，而食二手煙。咁你可以睇翻個 medical history 咧，去知道啊，即係知道係咩情況嘅。有啲咧就係冇嘅，冇經歷啲，甚至咧，如果你睇小朋友，即係有啲唔好嘅情況發生咗先有得睇小朋友嘅身體啦。咁你就會見到啊，哇！原來小朋友同大人可以爭咁遠嘅，呢個就影響咗我一生一世點睇，即係講緊係2000年23年前咧。做呢啲解剖嗰啲情形，就影響咗一生一世以後點睇啦。啊，翻嚟咯。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嘅健康密碼。好咁啊，嗱嗱聲翻嚟先啦，阿朱博士啊，而家啱啱咧，我哋就實現咗一個咧。因為電腦啊，嗰個時間嘅掌握問題咧，令到我而家個血壓可能高咗少少。我哋要嚟個快靚正2分鐘嘅彎噏啊！哦，唔緊要，原先個時間唔同咗啊。下個禮拜咧，又再嚟多次啫，係咪？係冇錯。係咪？毫無意外係嘛？冇錯。所以咧，我哋要 round up 就係下個禮拜又講好唔好彩啦，就係話你好唔好彩咧，其實係關於你有冇中過。新冠都是講好唔好彩嘅，係啊！如果你咁啱嗰下裏邊，咁啊全世界嘅事嚟㗎啦，呢個係啊係啊，但係有啲人真係冇中到喎，有啲人冇中到，咁啊有啲人中咗又好翻，又冇 long covid， 所以 luck 咧
同你個身體健康同血壓咧都有啲關噶。嗯，冇錯。係咁啊，所以我哋留待下先啦嚇。咁啊，即係我哋今日個時間，因為電腦計時嘅關係啊，有少少誤差。咁啊，我哋咧今日時間差唔多啦。電腦 AI 亂咁計。係啦，冇錯。今集嘅重點咧就係講咧生活上面咧，其實有好多嘢啦。咁啊，亦都有。位聽眾問了一些問題，咁即係兩個問題，我哋睇下先，有一個可以轉頭答你嘅，另外一個咧就上期就講到話咩排尿不清，我哋好似冇講到嘅，可能你可能聽第二個，唔係啊，因為傾偈啊嘛，咁啊好難去，係啦，飲尿啊嘛，有啲人真係飲，有啲人咧就真係排咗，但係以為係排咗咧，但係排唔曬喎。都影響個血壓。下個禮拜梗係啦，下個禮拜講下男人如果企喺度小便咧，點樣影響個血壓咧，同坐喺度點樣幫助個血壓咧？男人要坐喺度小便嘅，特別上咗年紀。咁我哋希望喺節目裏邊拉闊大家嘅視野。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趙博士。好啊好啊。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傾下高血壓呢方面嘅問題啊。冇問題。下個禮拜見，拜拜。下個禮拜見，拜拜拜拜。娟姐，好消息，好消息啊！而家各大金融行同埋超級市場都有許氏新。Hello， 朱博士。哇，好在识得变应万变系咪啊？冇错，冇错，系咪啊？误差咗成三四分钟，所以一开始就要玩啦。你知唔知道 AI 咧出咗个事啊？就系咧有个叫 autonomous vehicle 揸紧一个病者去医院度啊？点啊知咧 ？Beyonce 附近咧播紧音乐，即系有个 concert 咧，收唔到，收唔到信号。啱啱都讲，系啊，咪就系咯。啱啱都讲喺屋企隔篱啫。系咩？你屋企隔篱啊？而家我知你住边啦。嗰个 Levi 嘅运动场啦。系啦，系啊。我住喺嗰度就系。哦，咁咪就系话，咁咪就系搞到咧，就系搞到去唔到啊嘛。咁所以 AI 咧有啲問題就係 data 同埋會唔會即係有啲人做下啲壞事啊，整下啲咩嘢啊，好多呢啲嘅。點解電腦會計錯啊？係咪 program 都係人寫嘅？即係好彩人，所以人嘅價值就喺呢度。係啊係啊。如果唔係靠 AI， 你墨守成規，你就所有嘢都亂曬龍，一出錯。所以你跟人群咧好有問題，因為人群睇緊邊一個時代嘅人群。你知唔知道睇70同80代嗰段時間嘅 TVB 咧，同90代嘅 TVB 嘅關於譬如武俠小説啊嗰啲片咧，成個 set up 都唔同嘅，係啲人變咗啊，定話嗰啲演員變咗，定話係定話係個導演變咗啦，係咪？係咪？係咩變咗？呢個關係好嘅，啲咁講啲關係好。以前拍百幾集喎。百幾集喎，之後咧有啲咧係20集都唔到，或者30集都唔到，因為冇人睇啊嘛。究竟係啲人變咗啊，定話係個情況變咗？因為咧佢而家翻工咧，根本做到仲要做埋夜班嘅，可能係嗰個工作變咗，性質變咗，所以呢啲咪就係啲風水。我點解撈風水落去咧？朱博士，我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延續喎。啊！我同你加咗打咗底噶啦，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做呢啲噶咯。我哋继续延续啦，好嘛 ？OK，OK， 好，唔该，唔使，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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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啊，佢都要翻工啦，系咪啊？都要翻工啦，咁啊要继续噶嘛，因为个 AI 计错数，佢而家好赶噶，血压都高咗。我点解想搬一啲关于譬如颜色啦？很多人你看風水，你不會覺得顏色有影響，你不覺得張桌放在哪裡會影響，你不看風水不知道，你不知道原來空氣和燈光又會影響，你也不知道娶誰、男士娶誰，女士嫁給誰，嫁雞是娶雞嘛，所以如果你嫁錯了，嫁入錯門有問題，咁直情就係同身體好有關啦。譬如你唔知嘅，咁啊又冇個風水佬同你講，我唔係話我係風水佬啊，但係可以係咁講噶，因為其實同風水佬有乜分別啫？我就係同你講下關於我見過一個小朋友解剖佢時候見到佢好好地地嘅肝又好好地地嘅身又好，雖然佢好早去咗。咁但係咧，當你解剖一個大人同一個長者咧，咁啊，哇，黃冚冚嘅裏邊，搞乜鬼啊？點解搞成咁啊？咁就好多答案答唔到噶啦，因為淨係知道前後，直至到我遇到一啲
在解剖的时期呢，他的肥膏是白色的，个肺呢不是黑色，是红色的。那你会说一样这么多岁数，一样是活了这么多年，原来这个人没有吃烟，但是 他有没有接触过二手烟呢？ 他不说的，那时候只知道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呢就是说没有吃烟，那个肺黑色的，没有吃烟那个那么黑，但是不是鲜红色嘛。所以你会想起就是、是有一些叫做 missing link， 那你希望你那个看风水那个就有看过的情况，同埋佢识得睇过之后识得解释翻，究竟下下签系究竟系唔好啊？定话下签系旺你嘅，因为你下完之后咧就一路上噶啦。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如果你听咗呢啲 data set， 啊风水都有讲话，最紧要系虽然七成啫，但系好大部分系 self improvement， 就系去有冇咧去啊，一命二運啊，三風水，第四啊積陰德，第五啊讀書啊嘛。咁所以讀書咧，呢啲都係我聽翻嚟噶，因為我 A B C 嚟噶嘛。咁第五啊讀書啦。你可唔可以咩叫做讀書咧？呢啲節目咪就係嘗試令到你哋可以有個叫做 pseudo 博士。點解叫 pseudo 博士啊？因為真正嘅博士咧唔講呢啲嘅。咁啊 ，pseudo 博士咧，我哋就 load 啲唔同嘅 data set 落去，啊，做完之後咧，你可能好多嘢咧，本來會做嘅咧都唔做，仲有就係一個禮拜，一係就喺香港個半鐘，正常啊，除非超時啊，啊何亨呢度咧就可能十分鐘，可能廿分鐘，但係如果 AI 計錯數咧，就只係我呢度咧繼續撳落去咧，先有多啲時間，咁我。我咧都預咗，因為佢本來話多啲嘅嘛，咁我預鬆咗，咁啊當送咗啲時間俾大家啦。就係好多嘢咧，就係跟嗰個時代講嗰啲嘢嘅。某個時代就話食煙冇問題，仲好添，邊個邊個都食啦，冇人死啦。直至到之後，我哋有 data set 就發現咗，哇！嗰啲嘢全部都係唔得嘅。而家啦，阿何亨話登咗出嚟喺個煙嘅 pack 度，都仲係有人食嘅。點解會咁噶？呢個世界咧，山窿都有人住嘅。但係我哋如果想我哋個成個行程好啲，點解話一命二運三風水，第五要讀書咧，第四要積啲陰德啦？因為可能你積開嘅，你個人嘅心態會覺得，咦係喎。我不可以给我自己接触这么多这些农药，我不可以给我的家人吃这么多这些 chemical 的东西，因为有另外一个 data set 我放上我 Facebook 了，就是关于湿疹、糖尿病和这个脂肪肝，还有就是 hypertension， 少人讲关于你知不知道除了这些越来越多人有话唔通个个都中，唔个个个都系风水好啊？唔系，应该系啲嘢比起一啲 outlier 嚟嘅，因为唔系个个都可以一样噶嘛。但系点解个个越嚟越一样咧？个个越嚟越多糖尿病都，究竟我哋有啲乜嘢系大家都系一样噶？啊，原来有，就系我哋用嘅农药多咗，同埋猛咗。是但一樣，有時猛咗可以少咗添，不過佢猛啲啫嘛。咁殺蟲水呢啲 study 咧，就係睇到做農夫咧裏邊咧，佢身體比較弱，所以你話唔係喎？點解咁少人做農夫啊？睇完啲咁嘅嘢，你都唔做農夫啦，因為原來咧導演咧話今年啊要賣粟米啊，種粟米啊，下年。黃豆啊，咁啊變咗，跟住咧第三年咧，而家要咩？跟住仲有津貼嘅俾農夫，因為農夫其實你啲食物唔平，你又好難去令到嚇餵飽餵唔飽個肚，啲人就會嘈噶啦。所以平民百姓就最緊要佢食嘅嘢飽肚得嚟啊，冇乜問題，食飽咗嘛，最緊要佢食飽，食飽飽唔飽即刻知嘅喎。
所以印度咧好多嘢咧食落去咧係漚過啊、漲啊咁樣，整到有多胃氣啊，漲起上嚟咧係個感覺好對唔住，因為時間咁短咧。上個禮拜我哋講起小便呢樣嘢咧，講唔曬，因為你知道我同對象咧，第一從來未見過面，我都唔知何肯係咩樣嘅。佢又知道我係咩樣啊？我出邊咁樣咁，同埋我個個禮拜個樣唔同，都有得睇翻喎。我一路變，你就一路睇住我變，我睇唔到你哋全部人，包括埋有陣時嗰個做訪問嗰、那個。咁所以個配搭嘅問題又趕喎，講得一樣就講唔到第二樣。我發覺啊，讀完咁多嘢之後咧，係會開始咧，開頭就好似學啲 puzzle 咁，咁就係。做完一個 puzzle 就做第二個 puzzle， 整整下咧，發覺咦，這個原來唔係 puzzle 嚟噶，係扭啟式 Rubik's cube， 因為咧原來咁樣扭又會有咁嘅效果，咁樣扭又會有第二個效果，俾人扭完之後俾翻你扭又係有另外一個效果，所以翻翻去個風水嗰樣嘢啦，就係風水話明你個門，你個門前門係點嘅。會影響你賺多少錢的，又會影響你的機會的，那你不買都買了間屋了，那怎麼辦呢？原來風水都有得解決的，就好像自然療法都可以解決的，就是說是你是做了很多手術，或者是你是吃了煙，但是或者吃了二手煙，但是凡事都有個開始的，就慢慢來吧。首先就不要做任何事住，这个很重要啊。你知不知道啊，有段时间骨质疏松啊，咁个都喺度话食钙片啦，就是因为咁先发觉原来食钙片呢先至发觉到啊，唔够多人食嘅点会发觉到啊，咁发觉咗就原来钙片呢係会藏咗喺条血管里面啦，呢个系问题嚟㗎。咁呢啲咪就係我哋知道咗，有好多人都仲未知嘅。有啲人咧相信個地球仲係扁嘅，仲係有啲人就係相信咧，我哋從來未上過月亮嗰度。有啲人仲係叫月亮做月光添，個月光梗係個月亮整啲光出嚟啦。不過有啲人就係就咁叫佢做月光，個月光唔係嗰個圓圈喺個天上面，係嗰啲燈整出嚟，嗰啲 light 射出嚟，咪就係、是。原來有分別的，當我們真的知道有些什麼叫做 block 了我們的 energy， 譬如東西亂啊，東西擺得個位置不好啊，那跟我們身體一樣，其中一個奇奇怪怪的東西就是你知不知道跟自己身體溝通啊，你坐在那裡站在那裡跟人聊天，你會不會想起腳在地上，而個地球頂回腳上來，這個叫做 awareness training。而在哪裡拿 dataset 呢？就是跟人們唱音樂很多年那些才知道，初步學那些什麼都不知道，他就是什麼都學的，因為他想著、很快脆吸收所有東西就會出名了。但是當我要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就跟很多音樂家去談，就發覺可以談一些，就是叫做可以談一些很特別的偈，就是我會問他有啲咩會潤喉噶？啊，係你哋咁多年都用蜜糖啊？啊，會唔會用砂糖啊？唔會用砂糖。會唔會用麥芽啊？唔會用麥芽。咁點解唔會用啊？唔知啊。咁多年都係咁啊。咁呢啲咪就係我哋，如果我喺 science 嗰邊同佢溝通，就係會咁啦。咁我講翻頭先講解剖嗰樣嘢，解剖咧。是令到我改了我一生一世，因為我可以看到那個人走了之後他是怎樣，這個話了很多人給我聽，甚至話到給我八年前第一次做老頭，所有這些這樣的事呢，還有這麼多年跟大家溝通這些不同的、情況出來，有時你那些經歷那個叫扭計式，經歷了之後你就會知道不是攞翻啲碌柚葉先，因為咧，如果唔做啲咁嘅嘢咧，就會唔係咁好嘅。點不知
開始明白原來不一定得的，不是一定用了綠油葉就等於沒問題，或者個問題也不代表是不好的問題，有時攞啲唔好嘅嘢翻嚟咧，係反而破財擋咗災，少少嘅失敗就可以話俾你聽好多樣嘢。如果男士冇 penile erection 咧，呢個咪一個可能係對一個男士好大嘅失敗，但係可能救到你條命。如果你肯去揾一個專科去同佢講。但你不要找專科只是為了去令到你可以 sexual improvement， 你跟他說專家，我覺得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我其他血管有沒有問題，他說不會有問題的，找第二個是不是，找第二個你要找一個是相信我們要有誰知道有沒有問題的，我不看過這些時辰八字，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裡出世和將來會怎樣，但是我看了你的時辰八字，你不去說 update 我的時候，我只是憑著這件事也都說不到你，清埋骨都說不完給你聽所有東西，因為可能做看開風水那個都沒看完所有所有的情況，我講風水好 broadly 地講，你要找一個專家是真的明白和幫你扭到那件事，帶曬成身是負的，未必是真的可以幫到你去攞到人生最好的味道。可能你的名字叫做 Romeo， 而你的對象的 女士叫做 Juliet。如果我攞個護身符保住你的，你做不到 Romeo 和 Juliet 咧，雖然是要早死啊，咁你就變咗個成個故事都影響曬，係嘛？所以咧，有啲嘢咧，有啲 failure 係好嘅，失敗有啲啊，唔好太過嚴重。咁頭先講話嗰個 penile erection 冇嘅時候，係同血管有關，呢個係已經證實咗。咁你可以 check 下同其他血管有冇關，即係點解 hypertension 咁重要啊？冇人知噶嘛。咁所以你要 check 下對腳，如果你腳覺得滾啊，你腳有啲凍啊，或者你個。你嗰度嗰啲皮膚唔係太好喎，有冇話 check 下個肝？因為肝係主打位嚟噶，咁而農藥係會影響到個肝，咁唔通你一路想調整好個身體，就一路食啲農藥落去咩？咁所以嗰樣嘢就要改咯。咁食有機係有機嘅貴，亦都可以食啲咧係認識咗個農夫啦。你很清楚的情形是怎樣，他怎樣住啊？哇！如果那個農夫自己都病病下，或者自己不吃自己種的東西的，那你就知道有些問題了。我們人生呢，最重要呢，是知清和知楚，很清楚，去等到自己呢，每一樣東西行得順利一點。那真的在這裡答了，小便那個問題。就是個 bladder 咧，有冇 empty 到咧，係好易影響嘅。譬如你知唔知道咧？我點解話好唔好彩喺風水，即係人生裏邊嗰條道路咧？除咗風水啊，同埋咩，同埋天時地利人和，都係要講嗰個好唔好彩，係咪？唔好彩咪就係中咗啲病咯。咁不一定中的，抵抗力夠夠全面的，夠多營養的，在個抵抗力那裡，你其他地方有營養沒用的，那抵抗未必適用那些營養，那他那裡那一刻裡面做的事就大步爛過咯。但是如果做不到，或者那隻菌猛過頭，那呢 bladder infection 呢，膀胱炎啊，是一個很common 的，如果有尿管炎道呢，就會變成了 bladder infection 膀胱炎了。那日子內呢，這些呢就可以叫做 lead to kidney infection， 或者呢它的 emptying bladder 呢開始有問題了，
dysfunction 叫做唔係好好。咁喺咩情況度會見得好多啊？就係只狗度，因為咧好多人養狗啊，咁就發覺咧好多狗咧係會有呢、這個bladder emptying 嘅問題啦。就當佢上咗年紀啊，狗上年紀啊快好多嘅，咁啊變咗可以睇到就話係喎。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幾時會 emptying 到個 bladder 咧？就有 infection 啦，但係當佢有 dysfunction 時候就唔係 infection 喎。但係你知唔知道咧？有因有果，有果亦都影響個因嘅。就係、是、如果佢 empty 得唔好啦，嗰、那個 bladder 裏邊可以有 bacteria 喺裏邊嘅，而搞到你咧將來咧會發炎啊。跟住發咗炎之後，又差啲個 emptying 啦。呢、這個惡性循環係絕對有喺度嘅，甚至影響小朋友同埋大人。咁另外咧，有一啲咧神經線咧，可以係有啲菌影響神經線啦。咁咧病毒啊、細菌啊。就影響咗個 neuron 嗰邊，即係 neurogenic 嗰邊咧嘅膀胱，咁就會影響個 emptying 嗰個問題啦。我亦都講過血壓嗰樣嘢啦，又會影響啦。但係亦都有 non-neurogenic， 就係呢啲叫做bacteria 嘅。咁所以我哋做人咧，做咗咁耐，寫低曬咁多樣嘢。都仲未有個好好個答案，同抽籤一樣，就係、是、個籤出咗嚟都要去揾人解釋，解完之後最好嘅專家係邊個？就係、是、自己，因為你要面對住你嗰支籤噶嘛。你最好就係要諗下，當你上年紀，男士。就有機會個 prostate 腫起上嚟啦。嗱，雖然食南瓜核啊、有機嗰啲嘢就會好啊，甚至有啲data 喺出邊講話煲南瓜膠添，同埋南瓜籽即係 pumpkin seed 有機啊，因為佢吸收嗰啲農藥 pectin 咧，即係果膠咧。是有很多 data set 關於吸農藥的，但你知道洋葱膠就去血管，蘋果膠呢 就 general use， 大蘋果就很好，那 pumpkin 的膠呢就是針對 prostate 加上 pumpkin seed， 就是這樣解了。那很多人就說為什麼我們要有這麼多這些這樣的複方啊，或者風水我又拿來講下，為什麼要這麼多樣東西呢？屋有個什麼門面，屋企吃些什麼，用些什麼，為什麼樣樣東西都要包括呢？連張桌子怎麼擺，煞氣特別重的，燈光啊，張床怎麼擺都有影響。你們個個又認識這麼多這些東西，這麼多年歷史，八千年歷史了，有這麼多人相信這東西，為什麼我們不相信呢？就是要 combination 很多東西夾埋個身體才會好，個複方不是一個 supplement 那麼簡單，或者一隻藥物那麼簡單。雖然在藥物現在都要複方了，譬如有些藥呢針對眼睛或者針對一些發炎的地方，如果裡面不是有同一樣東西消炎又有同一樣殺菌的，不是撈埋它呢，它有些效果問題，因為同一時間它要消炎，還有現在有些藥是同一時間去埋糖分，因為菌呢你殺它就可以了，它有東西食物才 就搞定，它會等的，你要令到它沒有食物好像打仗一樣，其實那個打仗的策劃和怎樣處理身體的個 lifestyle 和一些菌呢都是差不多的，風水又是差不多的，就是全部呢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去 block 了我們那個
嗰個叫做 life 嗰個叫做 effectiveness， 或者個 life energy 個 vital energy 有冇？如果有嘅，明明上緊年紀仲飲尿，或者錯唔曬，點解會飲尿啊？唔係你刻意去諗或飲嗱，有人係刻意飲噶，譬如忍住唔去小便嘅，有啲人小便咧就趕住出翻嚟，有啲人都未企定，都未出曬，你要 push 一下，真係男士又好，女士又好 push 一下，真係出曬啦。你會發覺真係咁喎，你第時小便你問下自己身體得未啊？我小完便未啊？完啦，你試下 push 一下有冇嘢出嚟啊？如果有嘅話，咁即係你俾你身體呃咗，定話其實你嘅身體唔係呃緊你，係你嗰個 awareness， 好似我話企喺度坐喺度，感唔感覺到腳喺度？試下拎一啲嘢，感唔感覺到拎緊嗰樣嘢落到去個腳，而個腳頂翻上嚟？定話你拎嘢就咁拎嘢，定話你拎個袋，其實就咁，其實唔係你拎緊個袋啊，係你揸住個袋，佢喺度咧輕盈啊，叫做喺你啲骨嗰度，咁一路扯住你，因為你坐唔坐直咧，啲骨都有個骨骼喺度嘅，咁變咗你可以晾住啲骨，晾住個膊頭。有咩問題咧？咁啲肌肉咪會壞咯，因為個姿勢同埋用嘅嘢，哇，好風水，好圓啊！聽唔聽到啊？就係既然咧個 mood 係會俾 colour 影響，咁你知唔知道 mood 係會影響乜嘢啊 ？mood 係會影響個健康，係會影響嗰啲成分吸唔吸收咩程度，或者甚至個 mood 咧。為什麼我用 mood 那麼 general， 我要講 stress 呢？因為在健康界裡面呢，不會明白 mood 的，但是會很明白 stress 壓力。血壓的環境呢，如果撈埋 psychology 在裡面呢， psychiatry 裡面呢，你會發覺真的原來有些人呢是所屈住了在裡面，沒有搬了一些垃圾出來講的時候，他們的身體是稍微不好的。在音樂界的研究裡面就發覺這件事很明顯了，還有做 artist 裡面就會看到了，就是真的不是很多 artist 是健康或者不健康的，他們很著重的表面，但是裡面呢還有時間呢，你應該是當 artist 是一個研究機會俾你哋去講，唔係講人是非啊，係講去研究佢哋，研究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嗰個人，20年後，20年後嘅問題咧，就係你要等20年先知道啊嘛。你要研究嗰啲以前嗰啲，你就會睇到，哇！之前係咁嘅，而家係咁樣嘅，有啲仲除咗衫噶。我唔係講嗰啲。那些女士，我講啲男士除曬衫嘅，以前拍嗰啲戲，咁原來你睇翻咧，咦佢身形幾好喎，啊點樣喎？點解而家好似有咗呢個肌肉萎縮嘅？平時以前嗱，女士可以睇咩啊？以前企得幾直嘅喎，點解而家70、80歲好似縮咗水咁嘅咧？點解會咁嘅咧？如果你有機會認識對方，那你就問他拿data set，那別人就可以開始看，那就是結了果咯。但是沒有因怎麼會有果呢？所以看回轉頭，看回曬他，你就可以知道，哇，樣樣都有。曾幾何時我們說吸煙沒有問題，之後現在知道肺有問題，之後下一步就是會原來二手都有問題，之後呢就會知道原來我們空氣呢稍微差一點，廢氣啊、巴士啊那些通通都是有影響的，絕對有影響的。影響什麼呢？影響 hypertension， 影響 hypertension。 而菌呢就是講緊個 luck draw 了，就是有沒有機會遇到菌。有些人就說不是的，大菌吃細菌嘛，
你人咁大隻，你有冇見過啲菌大隻過個人啦？冇噶嘛，所以梗係人大菌食細菌啦。你點解會講自己係一隻菌咧？其實人咧係人，雖然人條腸好多菌啊，但係你嗰啲菌咧係唔抵擋到一啲猛嘅菌。有陣時有啲猛嘅菌咧，你啲菌咧雖然多喺條腸度，但係人哋有武器嘅嗰啲毒嗰啲菌有毒嗰啲咧，佢仲有毒藥添㗎。咁啊～你啊整個譬如有個叫 sugar toxin 咧入咗裏邊咧，就通通都死曬，仲出曬血添。啊，大腸桿菌又有啲啊會出血嘅大腸桿菌嘅啊，咁所以呢個叫啊呢、這個叫做咧，我哋要識得去諗下呢、這個地球，即係好似呢啲啊人生裏邊係要好多好多嘢要睇住嘅。你唔睇佢嘅，你睇漏咗一樣嘢，你好彩就冇事。但係如果你唔好彩咧，就係會大件事。咁所以咧，究竟同埋端錯症咧，又係一個問題啦。端錯啊，點解會咁啊？因為好似何亨今日嗰個 AI 計錯數，錯係會發生嘅。呢個係 part of doing business for 個身體，就係錯係會發生嘅。但係喺錯嗰度能改咧，就係靠你靠曬你啦。如果你能夠夠闊嗰樣嘢明白，同埋去揾個 root cause 個根底係乜嘢咧，其中一樣嘢聽得呢個節目嘅人都係會擔心自己身體嘅。通常唔會20歲嘅，20歲會擔心個身體咧。就是兩個情況，一是身體有些問題，一是呢、就是、就 幫父母聽或者什麼，一個很乖的仔或者女兒，但是呢本身20歲不應該聽這些東西，因為那時候或者10多歲你會覺得自己是不會變成他們這樣的，不會的，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用的農藥，用的 pollutants， 用那些 chemical，因為如果那些東西每次要吃新鮮的，就每次東西就貴一點，怎麼令到東西便宜一點，還有大家覺得在一個豐富的世界裡面呢，就是去令到東西便宜一點，而便宜一點的東西呢，好像我說條馬路有個 double yellow， 煞氣比較重，你知不知道所有 double yellow 的屋呢都是漂亮一點的，如果不是怎麼會有人買啊，所以東西有防腐劑不代表不好味的，可能分分鐘唔單止係好味，仲係好嘅 social media 添，就係哇飲緊呢杯嘢，食緊呢啲咧係開心先會食嘅。雖然可能佢話明係食咗會唔好啊，啊或者話明係會點，但係我喺嗰個露營情況，梗係。嗰啲蜜糖去，蜜糖係潤喉噶嘛，但係冇人話燒到佢窿咗之後咧，都仲係潤喉噶嘛，所以燒窿咗個蜜糖就唔好用啦。但係蜜糖露營、雞翼呢啲撈埋，咁啊，梗係自然就係有呢個做出咗一啲PAH 就係叫做 polyaromatic aromatic hydrocarbon 出嚟，食咗個身體度。咁呢啲咪就係啲 trigger 咯，每一個因都可以有個果，而冇即刻發生咧，就係因為好彩。你嘅身體咧有一樣嘢係令到你好好彩嘅，就係日日嘅 cancer， 日日嘅正常嘅嘢咧，都有人令翻個正常。如果唔係咁啊，點解咁多人做演員食咗煙，都有啲仲係活咗，之後活咗好多年？之後都未必會有嗰啲問題俾你肉眼見到，因為佢可能用其他嘢補翻，可能個身體咧嗰個情形，佢細細個就冇含住個奶樽，就係用母乳嘅，咁樣咧又係有個唔同嘅，人哋都唔同個開始，你有冇聽過啊？有一個人咧叫做 Bill Gates， 有另外一個人叫做 Mark Zuckerberg。兩個都可以在 Harvard 讀讀下不讀的，
如果你是其他那些考去啊，很辛苦啊，或者什么啊，跟住咧屋企靠曬你嘅時候，你試下啦，讀讀下唔讀啊？如果你屋企係冇後台或者背景係冇一啲嘢嘅，你做啲咁嘅嘢嘅時候，你人哋做你又做，你睇情況啊。如果屋企係已經有人有糖尿病啦，有人已經係有肺癌肺病啦，你就唔好食煙啦。但你估都估唔到，如果屋企係有糖尿病，同埋屋企係個肝有事嘅，你又冇諗冇食奶粉喎。呢啲係政府登出嚟噶，佢個政府個 data set 嚟嘅，就係話原來咧係會令到嗰個 risk profile 高咗 double digit 喎。咁 risk profile 就係話緊好似買保險咁啫嘛。就是现在你买一个地方是历史里面有水浸的，那啊保险公司说那里水浸，不过这五十年都没有，贵一点我们包你，但是有些地方就是不嬲都不水浸，现在水浸了，或者现在有火烛，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再做你的区了，不再包你了，可以发生的，在这个身体可以发生同一样东西，一样是有保险公司。所以我经常说，你的身体其实是你是个 CEO， 最大是你了，你的身体的细胞只是会听你说，你在搭着个 lift 里面，你伸个手伸到前面，你不可以跟个法官说，人家不知道令到我上了我身，令到我身去前面摸到前面那个人做埋啲唔应该做嘅嘢，你冇得咁样拗。虽然咁都拗得到，你搵一个够犀利嘅律师呢，佢就会话对方黐咗条线，係咪？所以我哋呢、可以諗下，如果你係想你啲身体啲细胞係听话话係好啲嘅时候，你要对啲细胞好，你要值得啲细胞去信任你，你冇呃佢。有一样嘢我唔做噶，就系我唔做魔法师。我永远都唔会表演啲叫做 magic trick 喺我啲女面前嘅。点解？因为任何 trick 咧，最后咧做睇嗰个都系会想知道，哎呀，你点呃咗我噶？跟住你就俾佢睇话，嗱，我系咁样呃你嘅。咁你咪真系呃紧佢，咁所以信任咧系好难得嘅，只要一次咧就衰晒噶啦。你唔需要咁好多呢啲成语我都唔记得晒啦，但系咧就有我听过就话只要一次咧，咁啊或者半次咧，咁你谂下，如果你呃你嘅身体，你呃咗你嘅身体几多次？咩叫做呃？你连企喺度都冇谂起只脚嘅。你收緊銀嗰下又冇諗起只腳嘅，俾緊錢嗰下又冇諗起只腳嘅，喺呢日日企喺度坐喺度，你只腳都要腳踏實地啊！咁變咗你摸下只腳係點樣嘅，個地球頂翻轉頭，呢個叫做 the normal force 啊！咁你就會你都唔諗個 gravitational 同 normal force， 你日日就係做緊，做咗人做咗幾多年啦？有啲人食鹽就多過人哋食米啦。都冇諗起個 normal force， 因為個 awareness 同你做人生做咗幾耐唔一定有關。有啲人係可以去到匿埋嗰眼，根本都唔知道人生做咗啲乜嘢嘢就走咗啦。我哋如果想好咧，同埋想啲身體去知多啲咧，我哋要提升身體嘅 awareness。估都估唔到呢、這個 puzzle。加落去嗰個扭計式係喺音樂界嘅研究到走出嚟嘅，就係音樂家想做得好咧，唔係去 practice。當然有 practice 喺裏邊啦，但係 awareness， 就係佢要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嘢，冇下下去臨彈琴嗰陣時咧，兩隻手就梗咗；冇下下唱歌嘅時候就攣住個喉嚨。同埋唔好唱首歌嘅时候，系唔明白嗰首歌系讲啲乜嘢嘢。但系点样去明白首歌又唔喊晒咧？
就有人做了一些方法出来了，但是就不是令到那么 genuine， 因为你可以表现，但是表现呢不是 reinforce character 的。又回到风水了，风水说我一个人呢怎么对人啊，一命二运三风水，第四积阴德，积阴德你怎么对人很重要， character 是很重要的，因为 character 是会给到细胞看到个 truth， 还有会令你做人做得好一点。但是做戏呢还有去表演，在音乐里面表演呢就是不是 in character， 那就不是做戏了嘛。做戏是要做 persona 出来， not character。 那而个 persona 呢是假的，所以变了因为做戏嘛，剧本来的嘛，那变了你就 faking it。 有个英文字就说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在回到音乐界那些人，我跟他们讲英文的，他们就跟我说上了年纪的了，这些全部都很成功。他说真的不明白 why， 为什么人生要去扮嘢，扮嚟做乜啫？呃自己系做乜啫？当然嗱，对方已经成功咗啦，所以你会听到喺健康界里边，啲人都会话：都未喂饱个肚，讲乜鬼健康啊？或者会话：人生啊，始终要死噶，咁咪同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一样啦，就系话其实扮住先啦。最大问题 what happens if you make it？ 最大问题系如果你第时系好想留多几年喺度啊，而系清醒同埋可以谂得通嘅呢、這个咧，我。差不多完了，就是说一样叫做 super ager， 这个 study 很值得，很值得看、啊、因为 super ager 是说那些人去到七八十岁想事的脑筋、啊、还好似个三十岁这样，而这个funding是大的，所以、啊、他们发现呢，哇这个人又这样、suggest， 那个 suggest， 个个都有点不同、啊、不过有一样一样的呢，其中一樣嘢係一樣嘅，就係、是、對方不嬲咧，都好樂觀去做啲嘢嘅，即係譬如想做咪做咯，啊想樣樣嘢都會 in moderation， 唔會極端曬，但係想做就想就做噶啦，唔會去即係等我等多五年先，想做就做。又是回去了，不要呃自己，你见那个不啱听的换人，快点换添，你换了第二个的时候，那整个情况都不同了，你会说不是啊博士，我换了第二个现在情况一样、啊、那因为你未换好嘛，那个又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样解咯，你要换到一个是顺同埋信曬去明白呢啲叫做好圓嘅嘢，我哋叫做好圓啦。但係其實明白真正個 correlation， 唔好下下睇到有因同果，因為好多嘢咧唔係有直接因果，有間接嘅。我哋要睇埋 indirect 嘅 influence， 同埋咧有啲叫做 hidden influence， 即係睇唔到噶，但係你知道。是会有些关系的，譬如成绩表现得差，一定是你不读书啦，哎翻学食屎片、啊、你一定是不专心听老师啦，怎么知道去看眼科，你的仔或者女近视啊，不关他有没有给心机，你没有打他啦，你没有闹他啦，你没有令他失去他尊严啦，奇怪了，原来有些叫做 hidden relationship， hidden 的 data set，
就是只是去到眼科才会找到，所以青光眼还有那个血压看眼科，眼科才可以告诉你的，不要看看上脑，不要乱这么问，还有眼科看的好的，怎知道它好不好啊？是啦，这个很得意的，好不好呢？可以啊，人家觉得好不好就可以，讲个话它好不好就可以，不好，全部都不行，即当然是有少少啦，暂时只是开始的，但是呢就啊，你最重要是自己觉得，所以又回到你的 awareness， 它好和不好，它有没有关心你多过关心自己，它在什么位置在人生里面，它为了什么目的，是不是拿着把刀去做它的专家，次次用针就是用那把刀，定说有没有心，心是放在哪里，个个人都有心的，个个人都有脑的，不过脑放在哪里，心放在哪里，多些留意这件事，下个礼拜再谈了。